道德是获得永恒福佑的第一步，也是心灵的基础。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学习任何一种文化，都是提升我们的道德的。我也告诉大家了，什么叫修身？修身就是不犯邪淫，最简单了。那思想不犯，行为不犯，心里也不要犯它。思想干净啊，心干净，行为更干净啊。啊，这样的男子才是佛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道教讲的真人呐，你不是假的呀，儒家讲的圣贤呀。我们作为一个人，你连你思想都控制不住，连你的这个心都控制不住，连你这个行为都控制不住，请问你还是个人吗？别人两句话你就暴跳如雷了，是不是？别人夸你两句就得意忘形了。稍微人生受点挫折，你就要自杀，要死要活的，你说你还是个人吗？人一定是可以管控自己的情绪，约束自己的行为，调整自己的心态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啊，不会暴跳暴怒，也不会暴喜暴忧的，更不会要死要活的，不会做这些事情的。人和动物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呢。啊，有时候我们想想，现在人还不如人家鸳鸯呢。你看人家鸳鸯是不是就那一对，至死不渝，从来不换人，从来不换配偶。你看现在这个人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哎呀，有时候都晕了。你说男的换得快，我一个女的竟然跟我说她换了60个男朋友，啊，我听完以后，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呀。我们有时候就觉得，现在这个人怎么了？道德素质啊，已经降到了哎最低位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能净化人心的学术或宗教，应该是能让我们了解生命的本质，以及随领悟而来的各种快乐。今天你不光是学习任何一个文化或者学术，学习任何一个宗教，它只有一个目的，应该是让我们能了解生命的本质。你的生命本质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再想想，你的生命本质是什么？我们作为一个人，人生的生命本质是什么？除了了解生命本质以外，以及随领悟而来的各种快乐，你今天有没有悟到？有没有领悟？学佛的东西，佛讲的东西，领悟了没有？你今天学完以后，领悟了以后，各种快乐你都没得到。佛讲的是什么呀？法喜充满，你有没有？我们自己在想。我遇到很多佛教徒苦哈哈的，学的什么冤亲债主上身，啊，严重家里死人。把自己学成什么精神病、抑郁症也不在少数，这个就错了。你今天学习任何一种学术，啊，我们现在无非就是两种文化体系，一种是学术性的文化，一种呢是宗教性的文化，它的目的都是应该是让我们了解生命的本质，以及随领悟而来的各种快乐。你今天学习儒家也好，佛家也好，佛希望人人成佛菩萨，道希望人人成神，儒希望人人成圣贤，都是让我们人活得更快乐，人生过得更幸福，人生更有价值，人生更有意味，让我们即使百年以后也会流传百世，这是唯一的目的。你今天学习有没有达到这种目的？你今天学了，夫妻关系还是不好，你今天学了和老板之间关系还是处不好，你今天学了和同事之间还有矛盾，你今天学了还照样偷税漏税，还照样随波逐流，你今天学了一点笑容都没有，内心一点都不快乐，甚至把我们学成了另类，和社会脱节，让人家认为我们是精神病，
啊，说我们是精神病的人，这人还是真人呢，不伪装啊。啊，对你恭敬远离了，认为你是恐怖分子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想想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灾害性的影响，而不是快乐的影响。你今天学习了，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？快乐吗？幸福吗？我们人生积极吗？我们对事业的热爱，对国家社会这颗责任心有没有真正的树立起来？这很关键的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今天之所以我们学了没有得好，原因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好过，我们就不是个好人啊。学佛的不像佛说的那样，学道的不像神说的那样，是不是？学儒学的不像孔孟说的那样。我们打着佛的招牌，打着老子的招牌，打着孔孟学说的招牌，我们招摇撞骗呀！我们给家庭带来了灾难，我们给社会带来的负能量，我们给我们的人生带走的导致的不规则。我们甚至学的苦哈哈的，要不就神叨叨的，跟精神病没啥区别。这个就麻烦了，这个就可怕了。是不是出家又没出家，在家又不像个在家人，一点都不正常，婚也不结，要不然结完婚孩子也不管，饭也不做，高高在上，哎，完全是一个，哎，宗教界的、学术界的恐怖分子啊，这个就可怕了。那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，能净化人心的学术或宗教应该。是能让我们了解生命的本质。儒家了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呀？人家就讲了，无智枉活百岁，有智不在年高啊。孔老夫子也在讲呢，朝闻道，暮死时。啊，我们早上把这个道明白了以后，哎，晚间我们去世，这一生都没白来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要想想了，无智空活百岁呀。我们真要懂得了，真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请问我们了不了解我们的生命本质是什么？越学越糊涂，学了还不明白。哎，我们今天学习，明白对待父母要尽孝，啊，对待老板要尽忠，对待员工要尽义，对待这个国家，对待这个社会，我们要尽责。我们首先把自己的家庭问题处理好，再把我们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出来，这是我们应有的，哎，人生价值。至于你百年以后要成神、成佛、成菩萨、成圣贤，那是以后的事情，把我们眼下先做好啊。关键你现在还没飞呢，你还不会飞，先别飘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就麻烦了。我们一定要懂得，一定要清楚啊！我们了解了生命的本质以后，以及随领悟而来的各种快乐，你今天有没有领悟？佛陀教什么呢？老子教什么呢？孔老夫子教什么呢？我们要领悟啊！领悟他的意思，领悟他的方法，把它转变成我们社会的价值、人生的价值、家庭的价值，这个很重要。不是学死了，不是学的学成了形式主义，不是学成了极端分子，更不是学习的家也不顾了，孩子也不管了，一天神神叨叨的，家不像家，庙不像庙，是不是？我遇到有些居士呢，客厅房间全是佛像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出家了还是不出家的啊。孩子吃个饭吧，穿个半截裤，说呀，不能穿半截裤，家里有佛啊。哎呀，我说你把佛收了不行吗？哎呀，所以这个一家人啊，躺着不能躺，必须坐的蹲就就的，坐在家里就这样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怕呀。他说我妈就这样，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回家。还不敢说他，一说了他就开始诅咒你，这没福报，你这没善根，你这谤佛谤法谤僧的，你这要下地狱，你看，给来几句。甚至把自己家人亲戚看见他以后，像传销分子来了以后，躲避三舍呀，
管你要不要一大堆。哎呀，这书不要钱啊，这经书不要钱，一大堆给人家，给人家，人家刚拿上。我告诉你啊，放在高处干净的地方，把这些人吓了，说我拿还是不拿？不拿他伤心，拿了我家实在没地方放，最后没办法当破烂卖了，就这样，多的是啊。我们方法完全错了。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这种现象啊，一个法师就告诉我，他们去这个收破烂那个地方，整个那个新的佛教的书籍，那真是当废品从那个地方解救出来，啊，最后我们也去收了一批什么《弟子规》，强行给人家给那么多，人家那实在没办法放家里还没地方放，最后干什么呀？收破烂的正好来了，赶快。那收破烂还挺好啊，真有善根啊！给我们打个电话，因为书上留着电话呢。哎呀，说你们的书都在我们这个收废品站了，你们把它给领回去吧。我觉得还挺可惜，这卖废品又不值几个钱。我们才知道我们做过了，真是做过了。我们今天能净化人心的学术或宗教，应该是让我们了解生命的本质。你的生命是什么？你的归宿是什么？以及随领悟而来的各种快乐，你今天学了快不快乐？幸不幸福？真像佛经上讲的法喜充满，是不是？真像孔老夫子被文控了，围控了，还能在那服刑，还能作乐，是不是？真能像穷的像颜回一样，穷到半个葫芦瓢，哎，饮一瓢水也不改其乐呀。这才是我们学习真正的目的呀，也是我们了解生命、享受各种快乐应有的本质啊！一定不是过激了啊！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。今天你学习任何文化，家庭越来越幸福啊，男的更会做儿子、做丈夫，女的更会做妻子、做女儿作为男人、女人。更好的尽到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对单位以尽忠，对国家以尽责，对我们人生负起责任，把我们的人生价值给体现出来，那你学这个就没白学一定是这样啊！我们今天对恶的事情不用教全会了，对善的事情呢，哎，我们不能坚持。才念了几遍经，就说为什么不灵啊？才磕了几个烂头，哎呀，为什么不显灵啊？人家欠你的呀，是不是？圣人不欠我们的，我们今天的习惯、思想、存心，好的习惯没有培养成，还会被恶的习惯影响，还会被恶的人所利用，还会被恶的事情影响我们发脾气，影响我们呀。更快的去堕落，不说别的，光这一个邪淫这个状态，我们想想，多少佛教徒学儒教说学儒学的，都做不到，改正不了的，太多了，这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今天所学的或者我们所学习的宗教，学它的真正目的，一定是带来人生自我的快乐，给别人带来快乐。一定是了解到我们生命的本质。你的生命是什么？你从出生到死亡，100多年，36500天，我们的价值是什么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相信大家都是老修行人了，一定要把这一句话自己想想。你了解自己的生命的本质没有？你有没有领悟而带来各种快乐？是不是？反正是我从学习那一天开始起，越来越快乐，从来再没有问过老师任何一个问题。反而呢，我是被一帮学长啊围着诉苦倒垃圾呀，那简直是负能量啊，强行的给我倒灌。我这还好，360。防御措施做得很好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他倒半天垃圾呀，我过后了，哈哈一笑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睡睡。他来了以后啊，就如同我在镜子上看见我的影子一样。
离开，立马影子消失。要不他说呀，秦老师，我见过你，还记不记得我？不记得了。我说我这说假话说记得，我这说心里话，我真不记得了。我这人也比较真实，我说我真不记得。啊，原因是什么呀？我给自己的防御措施做得很好，不然净受负能量污染。没有报一个，没有一个人报喜的，我可以这么说。哎呀，全是倒垃圾呀，全是倒苦水呀，啊，全部都是抱怨呀，全部都是仇视啊，要不然离婚了，要不然就是他要把他妈妈杀了呢，啊，要不然呢，他要干什么呀？简直你就听吧，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人呢我都会遇到，还好。跟他聊聊天呢，有时候推荐一下我的视频，看完以后，哎，变化都挺大，啊，那个要杀他母亲的，现在都已经七八年了，他母亲还活着呢，我证明挺好。那每次见我咬牙切齿，我要把我妈杀了，我要怎么杀，用什么方法？啊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有时候我就在想，他还说他是佛教徒啊，这个可怕的很。我说你要把你妈杀了，别人讲佛教都把他妈杀了，你看给佛教抹黑呀，这不是下地狱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，能净化人心的学术或宗教应该是能让我们了解生命的本质，以及随领悟而来的各种快乐才是我们学习真正的目的。那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发泄充满呀。好，这堂课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